泰迪，泰迪，哎，泰迪熊来着。多少钱？咱不打这么大，我这买一千三，这个买很贵的啊。我这玉皇这也还打了几次了，这又纯又便宜。这疫苗都什么都有是吧？疫苗也是一百二嘛一针嘛。哦。这有一斤多吧？这它的爸爸只有3斤多重哎。哈哈。我看了有没有2斤重啊？没得2斤重啊，没有两，应该没有2斤重，已经7、8两重了。哈哈。才1斤多，1斤多，它是毛长嘛，它这种还长1个头。嗯，这是熊宝宝，泰迪，不是熊宝宝，卷毛，你看卷的，宝宝，那你一叫你把它回来了。啊，很聪明的。行，你们看看。喜欢买一个去，这真的好的，就这么一个了。嗯，超级好看的颜色，好洋气的这种颜色。